佛讲经，我们在迷惑颠倒之中啊，没见到佛，也没有听到说法，佛现种种神变，我们丝毫没有感触到，这是什么？这业障啊，平时说到业障，不知道业障的严重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给我们有一些体会，体会的越深，越好，体会的越深呢，是你的业障比较轻。业障重的人体会得浅，甚至于根本就没有体会啊！就像前面我们看到念老住这个心，住到阿弥陀佛生生世世追逐我们，慈悲到极处啊，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自己没觉得啊，这业障深重啊。说到这些地方，老居士落泪了，掉眼泪了啊，这是他的感动。我们读的这个经，看着这个注解，没流眼泪，我们也受一点感动，没有那么深的。从这些地方就能够慢慢体会到，凡夫业障不可思议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